小管，小管，你干嘛？快找银子。那你有两个人，要不要打？打他呀，怎么不打？老弟，这个是什么武器呀？杀伤力怎么这么大？好像是火箭筒吧？你怎么打的呀？怎么打到人家屁股后面去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第一次打。这种武器拿给你的浪费了。要不拿给你吧？嗯，我拿球不准。拿不住你还说我，下次不跟你玩了。老弟，你这手咋样呀？你觉得我有皮肤的人怎么样啊？那你倒是打他呀。哟，还挺准，我拿你当银子。小心人家那个一穿二。你怕是玩那个穿越火线玩多了，还是一穿二？老弟，你这技术也不行啊，帽子都给人家打飞了，你还说不行？人还没跑，继续打。老弟，你这技术可以呀。先不说了，赶紧进圈吧，毒药来了。